2017年、2018年，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大的这种变化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大的转折的时期，只不过呢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。但是艺术家的敏感呢，可能会让他对这种问题呢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那种理解的角度。